接近四點嘅時候，我哋終於去到今日第一個景點。已經四點啦，而家我哋去揾下條橋先。呢個就係 Lateral Beach， 走。哦，係呢一條，見到啦，好似係，除非唔係。似一條橋咯，睇下先。我要行到去呢個位置，其實佢係有個觀景台喺度，咁樣睇可能似少少。啊！我想企去呢個位置影啊，型喎，靚喎。就是很綠的一些水，就是為了這個地方來咯，其他都還好啦，自然景觀都是沒有 BAM 和埋一齊去的，所以呢好，我們拍照先。我們現在走到橋的另外一邊啦，那裡水流是很急的啦，其實咧係咁樣嘅，點解啲大媽咁拼搏嘅，夠膽爬過去影嘅？瘋狂的大媽，但係嗰條橋到底係邊啊？嗰條 Lateral Beach 見唔到咯。好，oh, okay.